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集啊，要开始给大家啊报告东方国书的开始。系列法书一开端是《香赞界定真香》，接着是《上经》《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 经接后面是念咒，罚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度罗年。念三遍啊，就念三遍。下面是东方禅师的开始，在开始当中啊，一有三清，南无念地威菩萨摩诃萨。 南无莲地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莲地会菩萨无诃萨，啊，念三遍。上境之前啊，要三清。南无莲地海会佛菩萨，南无莲地海会佛菩萨，南无莲地海会佛菩萨，啊、这里、个、是上密道经，啊，进境拢有这个三清。 莲迪海会佛菩萨，甲即个地方诶莲迪会菩萨好杀、摩诃善有虾米差别？如果无差别，为什么不爱用莲迪海会佛菩萨？为什么不爱统一用？既然，是两个清展；必然，意思无同款。咱可以讲，意思是相同诶。 但是也可以讲，这里面有小可差别，带动效应。讲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啊，海会大了，啊，可以涵盖片法界、虚空界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 一切诸佛如来，拢在宣说起名念佛往生成佛的法门。咱可以讲，莲池海会是涵盖遍虚空法界大啊，真大。每一个念佛的人，拢在念池海会里面。 甚至于在现今即个社会，反对念佛的人、拜贴念佛的人、诽谤念佛的人，啊，甚至于发心要甲念佛发文消灭的这些人，伊也在莲池海会那边。什么原因？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六立根，因为道教啊，一家的拜贴。 未接受是伊迷晓，无了解事实真相，你做这个罪业啊，做罪业当然爱受果报，果报受完之后，因缘成熟，伊也是因为阿难也是内头即、這个阿弥陀佛真迹成换一句话讲 将来也必定往生极乐。那、啊、所以呢，诽谤也唔惊啦。啊，最惊的是什么呢？惊的是你这一生完全无缘分听到。啊，这叫真正叫做苦啊！听到听未到，看都看未到，听到反对唔惊，做恶业都唔惊。 这个神观叫金刚真迹，永远不坏。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，莲地海会。这个地方讲莲地会菩萨摩诃萨啊，无加海会，咱可以改想做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本土。而唔是讲骗法界虚空界？ 偏发界虚空慨，咱都要加海费、连地海费。所以這，这个头同伊差别就在此地。这是讲掉落世界，菩萨地前弄清菩萨下下品往星，哈哈这个待业的人。 带业妄心的烦恼习气一品也无端，伊也是菩萨，伊是虾米菩萨？初信为的菩萨，即、这个法门是大乘圆教，具缘具顿，即是过去祖师大德讲的，叮当发言发话，这要得了吗？ 因梵高初信位的菩萨，决定是已经传八十八品见血啊！咱大业往生的人，大业往生的人，八十八品见血一片也无断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拢是阿唯佛地菩萨，这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一大书在要解里头讲。 西方极乐世界带业往生的人，你不能讲伊是菩萨，为虾米？伊一品血也无端？汝也未使讲伊是凡夫，为虾米？伊也是阿维阿底菩萨。所以我一大师讲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诶身份真奇怪。 一切皆非，一切皆是不属意的身份。如果咱勉强来讲，伊一片烦恼无端，咱可以讲伊是相思为的菩萨，毋是真呢？啊，相思啦，啊，都真亲像，但是毋是真实的，真亲像菩萨，伊又个毋是真正的菩萨。 即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即一片烦恼无断。当然啊，到个西方世界之后啊，烦恼啊，敢爱断，爱断，爱断得干干净净，你即会当完成国土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继续的修行。 啊！迄、那个地方是修行最舒心诶环境。咱即个地方修行，啊，有人、事、物的干扰。以前诶人修行，修学诶环境，真诶比咱现在较舒心。有偌些修行人。 啊，找一个清净优雅的环境、啊，建一个小茅坪，数十年无下山，已经容易成就。啊，但是成就的人毕竟也是少数。什么原因？心地清净，这个条件已得掉了。啊，维修干掉。 但是好的老师、好的同参队友，伊无容易遇到，所以要循书宏读，要到处去参学，参加义学、观转短读，真正干我明了咯，才去找一个。 幽静环境来拥堵，以一切经验远离，躲在深山、林迹罕至的地方去拥堵啊！最后，咱看历代啊，嗯，管是多一个宗派的祖师大德，因为成就。 就是连净土宗都无例外。啊，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啊，这是咱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，在中国东晋这个时代，伊在庐山建立的念佛堂啊，建立中国第一所念佛堂。 啊，在江西庐山，那么伊这个念佛堂里面啊，一共带有一百二十三个人啊。那么带在这个念佛堂呢，啊，好课为界，无出这个界线啊，啊，这一条溪啊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好课啊，有当啊，人课来测呢，送人课呢，送到好课。 啊，无超过迄个后开啦，无出即个计算。身心,心清净，所以个个有成就。啊，现在即个时代要处即个环境难咯，你住在深山内面，现在交通方便，啊，人客呢也是真多，啊，人客来了。 你袂使无接台，接台应酬太侪。啊，那么来咧是时候呢，事事非非，啊，张甲长，李甲短啊，讲一寡是非，你又果袂使无听啊，这呢无一项毋是物料。 如果家己不能甘心寂寞啊，那么住在这青山啊，还要一个升级的电脑、网络、卫星电视啊，那些麻烦就更加大。既然住在深山啊，各方面这个社会也是无脱离呀。 所以现在修行在环境上来讲，是大大不如从前了。但是现在听经嘅机会，同参道友斗阵修学嘅机会，比从前方便。这是由于交通资讯嘅便捷、科技嘅进步啊。所以各有利弊啊，啊也有利益，也有弊端啦、啊。 如何令初级的下级白？这是智慧，这是显卡方便。家属啊，在澳洲大文巴选择在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一个小城市啊，澳洲的这个小城，居民啊，只有八万外人啊，从这个布里斯本到这去边。 开车呢，大概点半钟啊，至两点钟，上够两点钟啊。为机场来是两点钟、啊，那么家属呢啊，伊要待在床骹啊，距离咱即个学堂啊，开车大概爱过一二十分啊。那么迄搭遐呢，都无啥厝啊，厝较少。 那么带来睁开呢，总是希望远离干扰啊，希望心心清净啊。有长啊，给一寡时间来读经念佛。那么每天呢，在这个日面时，这个录音四小时啊，这是报恩啊，上报诸佛之恩，祖师大德之恩，护法之恩。 下播一切众生之温啊，在录音室录音啊，那么这里央大呢提供到电视台来播上那么这个做法啦起布温啊，所以生活愈简单愈好，在此地社会现代，宗教领袖拢非常关怀这个世间嘅灾难。 祈求世界和平，不同诶族群、不同诶文化，会当和睦相处，逐家互相拓宽心量，会当包容、互相尊重、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这是一桩好事情，真正诶消灾免难之道。 伊来找家属希望家属来参与，这个事情是义不容辞。呀。家属也尽一份力量，帮助因成就因的善愿，但是对于自己嘅清修，也是受到干扰。两全其美真不容易。 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著好办咯。为什么有能力分身？即才真正是，卖讲两全其美，万全其美。啊！什事情都可以参与咯，分身就好咯。一心会当变化无量心，去参与一切众生诶好事。 自己嘅本身依孤在跌落世界，在阿弥陀佛嘅面前，无离开过，自行化他啊，拢拢办完完了，这毋是理想，是事实。你爱知样，即个事实，你才会真正发官，赶紧要救生西方净土，完咱自己真实嘅。 宏观，摩诃萨是大菩萨。摩诃是印度话，翻译成中文意思是大意思。所以摩诃萨就是大菩萨。顶了地菩萨啊，拢称作摩诃萨啊。定的啊，为初地到十地啊，即十个位处拢称为摩诃萨，到顶加菩萨也是。 那么菩萨呢，是三贤菩萨啊，三贤就是阿不定地以前的菩萨啊，前面十信位啊，拢拢包括在其中啊，连咱即个相续位啊，袂当算是粗信位，相续位拢包括在其中，这是极乐世界不属于的境界。下面大师开始之前。 念了一首偈，啊，这首偈是,、啊、是：世界何缘清极乐？只因众苦不能轻。度人若要顺归路，但向定中了自心、啊。咱知影，东方禅师》是法身菩萨，毋是普通人，也、啊、就是讲，伊确确实实。 是明心见性的人，只要明心见性，最低限度，一是弯高初祖位的菩萨，这是最低限度的。啊，一个诸佛如来是同心性，毋是一心性，也就是讲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伊一是用树地菩提，一毋是用。 八十五十一的心数，咱用八十五十一心数啊，一用速字菩提啊，从叨一块地方知影呢？从这個开始当中，咱知影啊？以这话毋是见性啊，讲未出来。 啊，那无修改即个程度呢？这個、话讲不出来。前面两句容易啊，即、這个不然啊？为什么迷道经念熟了，你就知影？即、這个世界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？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对舍利佛尊者，毋是讲得真清楚？彼土佛故名为极乐？ 啊，彼土好故名为极乐，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啊，毋是答得真清楚吗？啊，这是佛，啊，下里佛讲，也是甲咱大家讲。啊，所以前面两句呢，无问题啊，咱弥陀经典毋熟咯。啊，咱,咱也当讲诶出来啊，为什么？ 西方叫做极乐世界，因为迄个世界呢，所有的苦拢无，咱这个世界苦，啊，伊迄个世界完全拢无，所以呢，伊迄个世世界啦，叫做极乐世界。那么后面两句咱就讲未出来了，啊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多林若要顺归路啊。 多林是修道人,是到人，归路是什么路？幸福诶，道路，即一条路不容易，要搞叨一辆个车。咱今日啊，讲咱车掉了，咱兴官起兵，救生净土，这是幸福之道。 这个不错，啊，这个大家拢会当讲一出来。但是伊不是安尼讲嘅，啊，中峰禅师讲嘅，丹向定中了自心嘛，啊，这唔是一般人会当讲一出来。啊，如果那是咱讲，多林六要顺归路。 咱一定是兴观齐平救亡心啊！啊，一个經啊，咱一定是即款的讲法啊。咱袂讲单向定中了自心啊，践行的人毕竟是明心践行，甲咱救法界凡夫无共款。定是定如，就是咱今日讲的。 现实生活环境，了是明了，自心就是自己的心性，所以即一句话，禅诶意味真重。我句话讲，了自心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！即、這个佛是分正位的佛。 啊，不是相思，位，塑成发界是相思位。啊，天台大师讲诶，相思积佛啦，明心见性迄是真诶，分正积佛，越多轮回内面修得较好，你见思烦恼无端，你是观行积诶佛。 烦恼断了之后，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啊，那么迄则叫做相续之佛，就是属性发改，属性发改是相续之佛，相续的讲真亲像啦，但是阿毋是真正佛，接近根毋是真的。那么一境发界」呢，是分证即佛，啊，明心见性是到一境发界」。 这真日份啦，不但超我量多，而且抄我十化改啊！一般啊，一知影啊？这个中空显书知影。那么这呢，今日一定爱在咱现前的生活当中丢名心见性。那是要用佛者来面的讲法是得了诸法实相。 得了诸法实相，就是明心见性。你对于污浊人生的真相通达明了，无疑识了。啊，那么你已经到一真法界了，那就是归路。所以学佛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无论多几个宗派，无论多几个法门方法。 尽管无共款，啊，依据诶，宗教纵然不相同，但是伊诶方向、伊诶道路、伊诶目标完全相同。迄是虾物？就是明心见性啊！想也好，教也好，别也好，精也好，啊、咱净土也是明心见性。 你一心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，教下嘅大开眼界。啊！所以即首偈啊，你看看，人开始头一句话就毫盘托出，一丝毫保留都无啊！该自己修行正果诶，经验，全盘托出来。 前面两句困难修净土啊，迄、这个世界无苦,、啊、苦啊，无众苦啊，无众苦就是极乐啊。世界啊，拢无苦一点啊苦都无，所以才叫极 世尊在《十善业道经》常跟咱讲，菩萨有一法，能离一切世间苦。啊，这个、一法就是讲相念善法、思维善法、观察善法。咱、啊、今日在这个环境里头，想要真正做到心善、思想善。 即个观行先，毋是容易诶代志啊，太难咯。可是你若真正发心，信观取名，求生净土，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应离一切苦，比修习善业多，较容易。习善业多，修圆满就成佛咯。 这是咱在讲说内面多处做详细说明。不再看下面啊这篇文，心心积福啊，那么这故事发说，下面能故事披露啊，铁蛾烧落寒主入星。 啊，这个铁壶烧肉是这个凝结品啊，像这个牛筋啊，羊筋啊去做的啊。咱现在讲奶制品啊，像这个牛筋、羊筋提炼的，那么乳提炼的乳属性，所以呢，将。 磷诶，提炼都成氯啊，氯搁再提炼都成为砂，砂搁再提炼都成提 o 提 i 是这磷制品内面诶精华啦，啊，味道也上好。或在经常常常用即个来譬如譬如佛菩萨，譬如最酥性诶近代提 o 铁鹅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现在有啊无？现在有啊，真平常啦。就是日常生活当中，食品里面啊最好的，这就叫铁鹅。这代志啊，家书早年啊，伊讲初学过的时候啊，啊，咱台湾道源老和尚有一处。 跟着一个印度的调性团啊，到印度去观光、旅游、参访啊，因为多诺也是刚经的法师，常常在经上讲到体悟啊，讲到这个按摩乳果啊，一种是讲未清楚，体悟到底是什么？么按摩乳果是什么？么到印度的时候。 伊著特别找印度人啊，那个体模啊，出来我看看啊，按摩如果出来我看看啊，那么按摩如果人摕来啊啊，都、就是不啦啊，一看笑笑呢啊，这台湾有啊，真衰。那体模是啥物呢？啊，人啊，摕来咯，啊，原来也真平常啊，拢是常常啊，食假、啊、的。 啊、那么咱现在啦，啊，叫做气势啦，沙拉之类嘅，啊，外国人啊叫沙拉，啊，有人叫气势，啊，这东西练啊去提炼。那么这都是佛经里面讲嘅提鹅。那么这几个啊，才真正清楚。要讲经啊，常常讲好大家听。啊，那么在以前为什么无法多翻译？ 啊，因为迄个物件中国无啊，翻出来人也毋知影，迄是啥物物件？古早中国无即个食品，有处可知呢。即、这个食品在三千年前啊，印度已经就提炼到即款的美食了啊，就讲即个营养品啊，已经在三千年前啊，印度呢著开始咧做啊。 下面讲心心结佛，啊，伊为什么用两个心啊？这个心唔对用诶咯吗、啊？为何爱用两个心呢？两个心一定是两个意思啊？多两个意思呢？啊，那怎样是真心木心嘛？金个木。 确实，是真心是佛，妄心也是佛啊，所以佛家讲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啦。一切众生现在用诶是妄心，妄心从哪里来？妄心也是真心来，真心没了，就变妄心。 所以真心在别的时候，就叫做妄心啊。所以妄心之体也是真心啊。离开真心啊，要为多来妄心呢？啊，好，就像这个普龙啊，那个普龙，譬如做妄心水海水啊，譬如做普这个真心。 啊，这蒲龙为倒来，那是为海水来啊！啊，起红焰啊，就产生这个蒲龙出来。啊，风平浪静啊，伊这个回归到平静啊。啊，所以蒲龙就是海水，海水就是蒲龙啊。啊，所以真心就是妄心，妄心就是真心。 啊，真心未著叫妄心；啊，妄心若夹，著叫真心 <coughs>。啊，所以真妄不离，真妄是一。所以即个譬如，就譬如得好提乌啊，甲即个提乌譬如做真心；甲即个烧肉，譬如成妄心。啊，拢拢是恁内头提炼诶啊，无离开即个恁。 都是连结品，紧忘不离啊！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真的干我，经过污流，就是一个不离。你真开悟了，紧梦不离，灭我不离，幻性不离，心数不离，烦恼菩提不离，这就叫一心，一心不乱。 境界是什物？境界是一心法界，在哪里呢？就在现前呐。你若阿无立不离，你就见未到。换、嗯、一句话讲啊，你得未到一心，就见未到一心。你也是落在梦想分别执着里头，梦想分别执着。 还是美，不是刚啊！美丽不刚啊！台书的开始啊，开门见山啦。第一句话就讲污浊人生的真相，显示予你看。问题是你捌啊唔捌？你会晓诶也未晓诶？第一句重复这个意思，讲佛佛为心。 人民信心积福，佛佛为心啊！这讲了两个佛，两个佛有意思啊，可以称为一切诸佛，啊，也可以讲金佛过去佛，啊，金佛高福啊，金佛现在佛，高福啊，贵气那么佛佛能力。 就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佛是什么？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。这个心是真心，多一个人无真心，人人拢有真心。真心在哪里？真心就在眼前。你从来无离。 回归真心，不但你有真心，一切有情众生咱今日讲动物，所有动物都有真心；不但动物有真心，植物,物、矿物乃至虚空动有。为什么？真心是一切诸法的本体啊，所有这些现象都为真心产生诶。 迄个体是真心，迄、那个本体。华严经常讲：，法性遍在一切处啊，即一切处包括虚空。离开法性，要为到来虚空？虚空是法性变出来，虚空是属于上分。近代科学家则渐渐了解即个事实真相。 人讲空间甲时间唔是真呢？空间甲时间在某种条件之下等于零啊！无无时间，无空间。空间也是无中生有，变现出来。即个华严经常讲的唔是一个意思吗？法性遍在一切处，一切众生及国多。 三世色在无有矣，啊！一切众生及国土是讲空间，三世色在是讲时间，亦无形象而可得，啊！这是佛者经上所讲的，一切诸法，包括虚空，伊一真相是什物？真相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 这个事实真相讲出来了，复复为心啊。那么这句话讲，后面两句是披露啊，这句是发说啊，后面这两句是披露，讲推穿啊，即、这个平板坚强坚出。 啊，即个金啊，譬如做主性啊，甲咱主性譬如做金啊，啊，这是用譬如啊，啊，好咱会当从即个譬如去体会啊，甲金器即、這个体是金体啊啊，这富人人啊啊，插咧头毛啊，啊，今晚呢较少款啊，古早价呢较贵。 啊，那么，譬如讲，这个物件金马做穿呢，啊，咱一般讲秋款啊，啊，就是讲咱这个装饰品也是金子做的，啊，这个柄啊，跟它这个花柄啊，挥杆盘呢，这盘。 就是讲日用啊、日常用品啊，以及器具啊，都是黄金制作诶。啊，迄、那个器具虽然无共款，用途也不相同，但是伊诶特性是一，毋是二，拢是金啊；啊，一本质拢是金。 只是呢，即、這个形形状无共，作用无共，啊，本质拢共款啊。这是用即个金甲气，甲即个气物啊，来披露咱真心。啊，所以金甲木伊是一，毋是二，金佛佛不高，佛，不离自星。 那么这两句是甲性相诶关系，性质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两句若是完全通达了，就是法心菩萨啊！你在这个世间，甲一般一般凡人诶思想境界、言行生活、处事待人接物，肯定无共款。 为什么？你过菩萨的生活，你在行菩萨道，确确实实啊，去和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。各家的生活，各家的行为，这是开始头一段。总的原则，总的纲领讲出来了。 我在看下面，啊，伊安怎样搞呢？十万一庭东西不给、啊、这个十万一庭啊，是弥陀经常讲的。咱三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多啊，那边有一个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十万亿庭讲距离啊。 咱三婆世界甲极乐世界，即个当中啊，有十万亿佛的国度啊，就是讲十万亿尊佛啊，每一尊佛啊，一个大千世界啊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啊，所以这个佛国度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你讲即个距离有偌大？ 当舍啊，这距离较远。那么这，这大家可能讲当舍不给啊？这句话，可能讲什么呢？无空间的距离，万根不离呀。一短句，一刹那，十万亿都到了。讲利率时率，这是讲时间 利率啊，是从咱中国人讲诶。啊，利率就是十厘啦，啊，利息率啊，十厘。即讲时间，印度人啊，只跟他讲六亚六十，啊，一缸啊就六十啊，尔，唔是两个六十，伊是一个六十。 咱中国人讲二六，二六是十二个时辰啊。印度敢若六个时啊。中国人啊，讲十二个时辰。中国古早人古早时候计算时间啊，计算即个时辰是讲昼夜盈卯辰巳午未，星酉戌亥。 是用即十二、这个时辰，即个用法一直到清朝万年，民国成立则无用。啊，民国成立则用西方的二十四小时。啊，所以称“小时”。为什么称“小时”？啊，你讲西洋即个时，比咱中国诶时辰较少，啊，减一倍。 咱中国诶一时是现在诶两时啊，古早一个时辰啊，对，咱现在两小时啊，所以即个小时啊是安尼来。印度诶时比古早中国诶时较大，印度一时是中国诶两时呀，啊，是现在诶四小时，所以经常上讲。 二时、刚经，两时、刚经，都是现在八小时。一天啊，学公经讲八小时。咱从经典里面知影，释迦牟尼佛的经传当年在世，伊每讲学习经教是八小时，非常重要。这是时间好难看。咱今日为什么学佛功夫袂得来？ 未得来也不要紧啊！未得来要特工打梦想，念念拢作业，即、这个可怕。要安怎样，互咱远离梦想，每搁再作业，佛为咱所实现只有一个方法：上课、讲经、听经、上课,每上课，每天上课八小时，逐工不间断。 释迦牟尼佛，安尼修行四十九年，每天上课八小时，安尼则离开梦想，远离梦想，你个身躯都不会作孽。一旦恢复正常，正常嘅生活行为就是佛菩萨，啊，这叫真正学佛，在佛法内面真正得到受用。 咱来明了，所以无读经、无听经，要会用个？今日佛教之衰微，衰微在素众出家在家无听经，毋肯学习。只要无听经、无学习，你一定随顺你家己个烦恼习气，随顺家己烦恼习气，生活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待人接物也好。 无讲袂作业的啊！真正像《地藏经》上所讲，念菩提众生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，无不是业，太可怕了啊！想到的作业，作业一定有果报啊！毋是讲做了业之后就无代志啊！前面咱讲得真清楚，业,业苦，三障来头烦恼障。 业障、报障，不是三毒可补啊！你知也不知？啊，甲你讲了，听着了，好像有感动，但是感动的时间太短了，几分钟过了，过了之后，原型都阁造出来，烦恼习气又阁起现行啊！这是虾米原因呢？是咱的烦恼习气力量太强大。 啊、咱修学佛法诶力量太薄弱，敌未过，敌未过啊！敌未过要安怎呢？福够多人一门深入，顿时分修。果然你甲即句话做到啊！你真正做到了。控制家己烦恼习气，需要偌久诶时间呢？一般来讲是三年到五年。古早时候。 标准三年到五年啊，现在三五年未用啊？为什么呢？内心烦恼习气太大，外面因由的力量太强啊！所以今日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逐经、读经、逐经、听经啊，差不多爱给十倍啦。三十年到五十年啊，这是家属的经验。 啊，已学佛五十二年了，啊，将将这个烦恼习气控制掉，绝无受到即个社会因由威胁。啊，打工安尼来学习，啊，无未用。啊，这是即个时代啦，那是过去成长成功福德、一缘、称号。啊，你想要成就？ 头一个条命、条件呐、啊，就是爱寿命啊！你若无遮尔长诶寿命，你修行功夫呢无够啊！寿命够了，功夫无得力，抑是爱个轮回。即集诶时间够啊，咱就报告到遮下边下集啊，则继续向大家来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